ありがとう。 助けは絶対。口を狭くして。やったぜ。なんだ、あれは。嗯，深渊前往塔下顶，顶飞了。请在这个位置开大，并加以往后跑，直接被吃回来，而且吃回来我会跑土到了线上。 变身了，卡塔冲进直接被秒，正面杰克拉姆挡不动这个塔姆，塔姆顶在前面，紧紧边直接逆流投掷把塔姆给留住。预言家开个秒秒钟，浑身打着方子就得了个解围，但是得了个跳啊，吃过来又被塔姆给击杀了。擎天赶到战场，但塔姆在后面有如战神，没有人能拦得住他。擎天这边只能一波枪，但被德山提前预判的一个深渊全要给击飞了。擎天只能往回再打，但是拦不住啊，呀。 找的话，感觉就不太能一波掉了，因为对面推塔的速度应该是不够的。不好说，这个时候德莱文还有10秒复活，深渊前行，孙武回来，哎，黄城 PK， 塔姆身上虽然躲过，但交闪过来，但真的突出一个一骚肉后啊，哦，又高空了，正面龙2000血，卡萨来了，卡萨有闪，卡萨戳了一下，给了个视野，但这边安妮开团了，我们卢卡斯状态已经非常差了，暗海的进场直接狭阵之后设一个 Q 技能。 誰だ？僕は君をこの葉へ連れ帰る。